特号可以到全家购买，或是线上都有网址，希望大家可以一起来过生日。然后那天我也准备了很多精彩的演出要送给你们，一定比今天精彩十倍，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来现场，谢谢。然后等下今天表演结束，会有就是如果你有演唱会门票的话，都可以现场直接签名，对，签名拍照。谢谢，就是我今天是来做宣传的，不迷茫，就是这样。好，那刚刚带来了这么激烈的歌之后，接下来带来一个，安静一点的吗？可是好像也没有，好像没有这种歌。玩歌完之后呢，因为明天母亲节嘛，送给大家一首关于爱的歌，虽然不是对妈妈，但是送给你们。